fashiontimes.hk。好，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咁。咦，我哋星期五出到啊？系啊，今次可以出到啦。咁首先要多谢阿威嘅货金先。喂，真系冇啊！应该未到啫，应该有嘅，应该有嘅。系啦，咁样多谢完之后咧，就讲翻阿 Sherry 啦，同埋 Ariel 咧，就今集咧就请假嘅咁。是喎、哦，係啦，最後生嗰兩個唔見咗喎、哦。係啦，我預付卡只夠貨俾我，永遠留。哦，下星期先補翻俾你啊。係啦，咁、其他觀眾貨俾我都得。係咯，其他觀眾都可以貨金嘅。幫我上面加翻我啲名。係啦，係啦，係啦。但師傅唔得嘅。係咯，因為下面條貨金拎都越來越個貨金光環越來越少啦。係咯。所以就都多謝月供嘅。係咯，係啦，係啦。咁好，上個禮拜已經預告咗啦，今集就有嘉賓嘅靚女嘉賓，係啦，哇，大家好失望，靚女。咁嘉賓叫 Josie， 大家好，係啦，係啦，係啦。咁唔使咁緊張嘅，上嚟傾偈嘅啫。咁係咯，同埋呢個有人讚你 so pretty 嘅，係啊，多謝。咁同埋呢個嘉賓有一個特別之處嘅。咩特別之處？因為頭先喺傾偈之中咧，就傾到咧，佢原來咧喺大學嘅校園嘅時候咧，一個人坐喺度，係一大班同學圍住佢喺度聽鬼故嘅。佢形容自己係咩啊？形容自己耶稣，唔系我咁样形容自己啊，人哋咁样形容，人哋形容 ，no offence to 呢个基督宗教，系啊，系好似崇拜咁啊，崇拜，真开心啊，唔系，即系可想而知咧，就系咁样听咧，你可能已经知道，哇，呢个唔少嘢喎，即系唔少经历可以分享。如果唔系，都唔会咁多听众围住佢啦。系咯，系咯，系咯。咁最主要咧，又另外一樣嘢咧，就先講翻就係點解會請到你上嚟咧？就其實咧，你係上咗 Viu TV 啊嘛。係啦。咁然之後咧，羅 Sir 就話唔夠喉喎。咁然之後叫即係就喺百鬼夜吟谷嗰度咧就。踢咗你就話叫你上嚟啊！我個節目嗰度咁樣，我就跟住就發出個邀請啦，咁樣然之後咧就約咗你上嚟啦。咁然之後咧我覺得呢個都漸漸間幾過癮嘅喎。點樣過癮法？因為原來Josie過往同我哋粵語時報啊，唔係粵語公民嘅首領都幾有淵源。首領啊，而家改咗唔係首領，係首領係前首領。首領係之前喎，未成為政黨之前喎，係咪可以出相？好啊，係咯。三年前嘅今日。三年前今日發生咩事呢？就是我上阿泰的最後一堂，不是，就是我上他的堂是最後一堂。哈哈，是啊，真的很懷念他的課堂。好懷念他的課堂，還很懷念阿泰添。哈哈，很有趣啊，這個，因為呢講起三年前就是他咩嘛，被人搞啊嘛，係咯，然之後咁好彩跟住就係立法會當選啦，係咯，咁啱啱上一個節目嘅時候，佢就喺度睇波啦，睇到曼聯輸咗啦，可以話係咪啊？好似係，係咯係咯係咯，個個都話要請佢，原來有淵源嘅，係啊，而你呢張相係三年前今日喎，係啊，三年前今日，啱啱足三年喎，係啊，咁巧，然之後你上嚟呢個節目又係關於阿泰咁，係啊，真係好有緣分，係咯。咁佢好似近排又有噼啪樂壇啦，咁樣有六個，佢真係六個。你估唔估到佢唱歌啊？估唔到。係咯，佢嚇一跳。佢喺 Facebook 講話咩嘛？林峰復出啊嘛。但係嗰張相係堅持林峰，我覺得。係啊。係可能燈光定點樣樣。嚇！阿 wing 你有翻啊？耶！應該係係咯，有第二個觀眾貨翻俾你。多謝。係咯，應該咦係 GW 嘅喎，睇。係啊。
好啊，多謝指導。你睇佢嗰個要即係顏文字就估到啦，我咁犀利。係啊，係啊，係啊。多謝曬。係咯，咁有翻100蚊，開心翻啦。係啊，開心啲。係咯，咁係咯，咁因為剛才聽到你其實有很多的經歷，我覺得事不宜遲，開始即係深入探討下咧。我仲諗住開估，佢都未估你幾多歲嚇？係啊，要估呢個一定要估，因為我真係好想知道。嗱，觀眾唔好爆住，觀眾唔好爆住，即刻留意住個聊天室咁樣。頭先喺節目前咧，大概差唔多都八九個字之前啦，講起咧就年紀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叫主叫呢位嘉賓阿Joes估下我係幾大嘅，因為我話我哋好大，係咯，因為佢喺度猛咁認老啊嘛，我真係覺得好離譜，得唔得啊？太啲學生老記有個譜啦，係咯，係咯，係咯。咁去到依一刻，你估唔估到我係幾多歲嘅？你個樣好年輕，但係你嘅即係講嘢啲人生歷練又好似。好有經歷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好難估。係啊，我估你。如果憑外表，你覺得幾多歲啊？憑外表，我估你三到尾咯。哦。咁都接近噶啦，接近三到尾。我即刻好擔憂。係，唔擔心，唔擔心，唔擔心。係咯，不過其實好多人估我三字頭噶。三字頭，你都唔係三字頭咧。我真實年齡係42啊。哇，咁你真系 keep 得几好，哇！你皮肤赞句，系啊，我好惭愧。其实我今日敷咗个 mask， 阿师傅，你仲要敷 mask？ 咩啊？系咯，咪咁上每个礼拜都要敷个 mask。你为咗上镜啊？系啊系啊，做节目之前要敷 mask。你激系啊，好。咁学鸡蛋。系啊，梗系啦，紧要啊。好啦，我哋完咗啦，都系啦系啦，估咗估接近嘅，你估到三到尾嘅话，其实接近就接啦，系啦系啦。但系头先讲起好似。講鬼故好似耶穌咁啦，其實你有冇宗教信仰？我好想問呢、這個。我有冇宗教信仰啊？其實我之前由細到大都係基督教學校嘅。嗯，頭先傾偈傾落知嘅。係啦係啦，即係我。我啲街坊界嚟嘅。幼稚園、小學、中學都係基督教學校。係。跟住。咦？我同你相反喎，我係幼稚園、小學、中學。都是天主教學校，咁基督教學校咁就好自然，你就會唔小心，又唔係唔小心嘅，即係好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基督教咯。咁我以前都係中學團契嘅中堅分子，哇，中堅分子，係啦，但係我個人冇乜靈性嘅，我亦都唔係特別好虔誠啊，嗰啲咩敬虔嗰啲完全唔係我嚟嘅，係啦，即係唔會去咗耶穎嗰啲啦。Whoops， 我應該就冇咯，係啊，我聖經都係多數我係到嗰啲咩考試前啊，温唔切書啊，我就會祈禱咯。係，温聖經但係要祈禱啊。係啦，好嚴重，温唔切啊，大鑊咁樣，跟住就祈禱咁樣。係啦，就係咁樣。抱佛腳有咩分別？唔係咁。係啦，抱耶穌腳。唔係同神最接近嘅時刻啦，唔係就係温聖經嘅時刻。Exactly， 好搞笑。最接近啊。係啊。係，即刻好想同佢傾偈。係嘛？你俾多啲啟示我啦，咁聽日可以考得成功咯。啱啊。咁就非常之好啊！所以我覺得我即系人生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有即系呢個基督教嘅信仰，係咯。咁同埋不過我而家大學就多咗接觸呢個佛教嘅，係啦。但係就即係留意一下啲佛學嗰啲，其實我都唔知道。即係偏向啲佛理嘅嘢啦，其實都如果係都係即係唔係啲拜神嗰方面，都唔係拜神，係咯係咯，純粹佛學咁樣樣咯。嚇！即係哲學方面嗰啲睇法啊，無常啊嗰啲咯。因果啊嗰啲，即係總之佢啲佛學理論啊嗰啲嘢，係啦係啦，嗰啲我都幾有興趣，係咯係。同你嗰個經歷有冇關係咧？係咯，即係過往嘅經歷啊，都有。嗱，因為你 ViuTV 啦，即係直接講啦，你係講過俾六歲俾車撞噶嘛，跟住就有靈異嘅經驗噶嘛啦嘛，會唔會有呢啲關係令你想了解多啲佛教咧？我覺得。我以前因為呢啲經驗，我反而會想了解多啲基督教嘅，因為啲人話祈禱咁佢就會保護你啊咁嗰啲噶嘛，係咯。但好似我聽完你嗰啲，好似冇保護過，
我以前會想有啲嘢保護自己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人越大，反而係即係我了解佛學真係好片面嘅，但係我覺得聽完之後，我會知道個點解會發生呢啲嘢，即係例如又係嗰句無常啊咁嗰啲嘢，我覺得反而 explain 咗。會好過我就係不停咁信有個人會保護我咁樣，即係本來要發生嘅都係會發生㗎啦，即係會有個理由，會即係支撐住叫做係要接受，會即係可能任何嘅嘢發生係可能發生喺你身上嘅嘢係要承受嘅咁樣，嗰啲嘅睇法就會。在佛學嗰度令你就覺得啊應係應該嘅咁樣嘅睇法咯，嚇咦有人問你讀咩科喎？哇，爆唔爆得先？唔係喎，你標到爆咗聲，係咯，我太教我咁都係啲教嘅，係咯有社會科學係咯，係咯，嚇係咯咁即係除咗咁除咗即係呢個接觸基督教，咁你屋企人啊，即係有冇受到屋企影響啊？或者細個有冇睇啲咩書？即係除咗即係你頭先話開都如果佛學嘅話，你都去到而家讀大學先至叫做有接觸啊嘛。再細個嘅時候就係基督教啊嘛。咁有冇啲古靈精怪嘢？其實係靠啲電影啊、書啊系咯，屋企人啊之類嗰啲咧，因為咧，我如果講啊，即係大家觀眾都會知啊，我咧就其實係最主要嘅接觸來源咧，就係我阿媽嘅。係咁講鬼故俾你。係啊，好細個已經係我應該三四歲已經係聽佢講鬼故噶啦。唔係攞鬼故嚟胎教。可能啦、啊，因為佢好細個已經話俾我聽，佢有一次發燒之後咧，即係成日講呢個嘅，但係我伸延咗係我自己有啲加工咧，就改編咗喺我啲古仔度嘅。但係咧，佢就講話有一朝早起身，就一個七孔流血嘅女仔企咗喺佢個床頭嗰度，好恐怖啊！呢個畫面已經覺得好恐怖。咁然之後，同埋有好多古仔都係我係就算即係我寫個幾本書啦咁樣，有好多古仔都係我阿媽講嘅。哦，咁我而家再寫翻落嚟咁樣咯。咁有啲古仔都短短地，即係三幾句又真係幾震撼嘅咁樣咯。三幾句震撼嗰啲係真恐怖。係啊，係啊，但係你屋企人有冇咁樣影響？係咯，即係會唔會有啲好似我咁嘅情況？我就話就係主要係我阿媽嘅，我就自己一啲都未經歷過。掹車邊嗰啲叫做俾鬼砸啊嗰啲有試過啦，咁我識得解釋啊嘛，都係咁講。你有科學解釋咗，係啦，有啲解釋就解釋咗啦。咁你安慰自己啫。我其他嘅接觸就係、是另外就係我揸的士揸過十年啊嘛。哇！呢啲又係好多好多經歷。我又係冇經歷到，但係我會聽到好多呢啲行家講嘅，係咯係咯，行家啊啲客啊都會。在度講啊，咁同埋揸的士周圍都去嘅時候，好多地方根本上係有鬼故嘅。咁你接觸翻當地嘅人，就會聽到好多嘅故仔啊，咁樣都會啊嘛。咁你大部分係親身經歷啊，定係其實都有好多外來嘅嘢嘅咧？即係係咯，定還是調翻轉就其實外來嘅嘢少嘅咧？我是外來的比較少的，因為我自己本身家人呢就非常之無神論的，即係 even 我細個的時候，我一直都是基督教學校的嘛，咁跟住細個話，即係可能學校教我哋翻到屋企要借飯祈禱嗰啲咧，我屋企人都麻麻地嘅，即係都唔係特別會去有啲咩宗教的嘢啊，又或者一啲。靈異事件那些就更加不會說，即是他們有沒有裝香拜神都沒有的？我阿婆有的，但是只限於裝香拜神，是的，就是沒有深究裡面的東西，我只是知道不可以踢到土地公，如果踢到他的話就要有怪莫怪，小孩子不懂世界，我只是知道這些，因為他土地公保護你，如果在家裡的話，對，而且我個人很細膽，所以我很害怕看那些什麼鬼故啊、鬼片啊，那些我超害怕，現在大過了好一點，即係我都有睇下，所謂好啲係因為你接觸太多，反正自己都已經睇過啦。係啲史言啦，定係係咯，即係定係其實個睇法有改變咧，其實。
我覺得可能真的接觸得多，哦，係啊，同埋又多了同學會睇，因為我細個嗰啲 friend 咧比我更細膽，咁，哦，所以咧就大家都不會去睇嘅。哦，即係而家你啲同學就會留你睇下邊啲鬼片咁啊，一齊去睇啦。Yes yes， 尤其是住開又係啦，咁，啊，大家一齊住夜晚又可以好多嘢發生噶嘛，咁，啊，亦都可以好多嘢講咁樣咯。嚇嚇，係啦，講講下就圍住一堆咁講咁樣。哦，即係你講如果外來嘅話，係反而係即係就係，是，你啲大學同學。反而是令你有些接觸呢方面的嘢㗎。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我有時講下我啲個人經歷俾佢哋聽，跟住佢哋又會講翻俾我聽啊，佢哋喺唔知邊度有聽過其他嘢，咁樣就楞落去我啲經歷嗰度，啊會唔會都係關於呢樣嘢咧？咁嗰啲咯，係啦，咁學術討論嘅應該後屘超級學術討論，大學生納税人冇嘥錢喺我哋身上。咁跟住就係咩噶咯？即係政府俾投放咁多大學資源嗰啲嘢，但係俾我哋喺 call 度講貴咗，係啦係啦，哇！好有事，好有意義噶。其實我一路都講話，其實鬼故其實好有意思嘅。其實喺歷史上面，即係其實有類作品叫做自人自怪啊嘛，即係一係寫人就寫怪事嗰啲咧，其實係啲風土民族啊，好多風土嚇，即係嗰啲民情啊、文化啊嗰啲嘢，其實你講緊《月眉草堂筆記》嗰類嘅咯，係咯係咯，嚇，即係一路以嚟就算去到南北朝啊嗰啲，一路打落咩啊，《守神記》係咯，嗰啲啊咩江寶記啊嗰啲咧，各樣嗰啲全部都係記啲好當然佢哋會滲透，就係頭先最主要就係滲透啲。佛學啦，嗰啲咧就係講好多都係講因果啦，所以好多時舊陣時嘅關於鬼故，即係古代嗰啲關於鬼故一定有教訓噶嘛。嗯嗯嗯，係啊係啊，你要做好事，如果你做衰嘢，你下世就點點點。係啊係啊係啊。但係你哋遇到嗰啲冇噶嘛而家？可能我上世唔知點點點，所以我今世咁樣。係咯，即係我覺得即使係講鬼故，其實其實是很呈現一個地方的文化的，所以我寫那麼多呢，其實很多我會很著重一些地區的描寫啊，是的，即係各樣啦，即係好想呈現翻嗰個社會面貌嘅嘢啦。其實好即係我哋做呢個節目都今集係90集噶啦。哇！咁係咯，即係不經不覺都轉一聲90個禮拜噶啦，其實係喎。係咯，咁90個禮拜其實有好多，包括裡面我哋有做啲奇案啊，而家又做下啲傳說啊嗰啲咧，其實都真係好關乎香港嗰、那個風土民情啊，即係個時代個演變都會喺度，所以頭先你講嗰樣嘢，就算係我覺得唔係講笑嘅，真係學生去討論係啱嘅，係啊係啊係啊，大學生嚟討論係啱嘅，係咁我討論多啲，討論多啲，係時候你要講下你啲個人經歷嘅，係咯，哇不得了，個人經歷，係咯，你諗下你啲大學同學都講咁，冇理由上到嚟唔講嘅，一定要講，真係想多謝大家俾呢個機會我上嚟分享下。Viu TV 唔夠喉係咪？你講嗰個咩啊？貧死經驗啊，貧死經驗係啊，係咯，講翻個貧死經驗啦，可以詳盡少少講啦都。貧死經驗，你講緊你碌碎嗰個係點樣？你呢個係直接影響到你跟住接觸好多靈界嘅事件噶嘛？係啊係啊，即係、啊啊就是、未有之前喺你印象中之前係冇發生，就應該冇嘅印象中。係咯係咯係咯，又或者我太細個啦。但係6歲係咯，總之就係嗰次之後就開始瘋狂咁樣遇到啲奇怪嚇。咁嗰次係發生啲咩事㗎？嗰次係因為我哋啲觀眾未必聽過。係啦，我6歲嘅時候咁就撞咗個車咁樣，架車撞到我，架車撞到我。係你行緊街嘅。我衝出馬路，我自己衝出馬路，係啦。然之後就俾架車撞到。係啦，咁所以應該係我撞到架車定架車撞到我？係喎，你又係跑緊嘅。係啦，咁我就撞馬車嗰度，架車又撞到我，咁跟住我就成個人，佢哋話我係拋物線咁樣樣，砰咁樣跌咗落地啦。咁但係嗰下其實唔係特別痛咯，因為已經失去咗知覺，咁就去咗一個即係我意識去咗一個好古怪嘅地方，係成個好白色嘅，即係白到
你呢世人都冇見過嗰種白色咯，嗯嗯嗯，形容唔到嘅顏色。跟住，但係又唔係即係我成個人咁樣樣去到，即係我見唔到自己啲手手腳腳，即係好似個意識咁樣樣去咗嗰度啦。然後就係一種好温暖嘅感覺咯，嗯，即係又係嗰啲我呢一世人喺呢個地球都冇感受過嘅嗰種温暖嘅感覺，嗯、即係點講好呢，係好似俾人揽住嗰种，但系又唔系，即系唔系嗰种物理上，即系唔系 physically 咁样觉得好温暖，系、个心嗰种咧，即系有人送份礼物俾你，你嗰种啊好窝心啊嗰种感觉，但系将个窝心放大100倍嗰种窝心嘅感觉，系、啦，咁跟住嗰阵时就系又暖啦、又白色啦，然后觉得好安全嘅，即系直头。我不覺得自己有撞到車，其實我根本不記得了自己撞了車的那一刻，即是一瞬間就暈了，是啊，瞬間就去了那個古怪的地方，因為覺得很舒服很安全，是啊是啊，然後直至我聽到有人狂叫我的名字，是啊，然後是很遠很遠的，然後我就慢慢找找把聲音在哪裡，找把聲音在哪裡，但是那個地方又沒有左右，總之我就是、我真的不懂怎樣形容，就是個感覺這樣跟著把聲音 我可以、嘗試一下描述一下、因為你、那個意識啦、當所見到的東西啦、那個意識所見到的東西、周圍都是白色的，所以你根本上就沒有方向的，是啊是啊是啊，即是其實是找不到的，因為你就算轉了呢，其實那個畫面沒有轉過的嘛，是啊，都是白色的嘛，全部都是白色，即是好像精神時光屋啊，人都癲，有沒有看龍珠，不過你應該他的年代還看不看龍珠，不看你小魔女哆瑞咪啊， sorry 但是龍珠那個精神時光屋就是裡面白色一片，他都有形容就是說會蕩失路的嘛，因為你根本上分不到方向的嘛，如果全部白色，是就是大概是那個感覺咯，跟住就跟住那把聲一路去，跟住就醒翻，總之我就是這樣望住個天啦，即係我擘大眼嗰下其實極光嘅，啊咩事啊咁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就聽到係我啲屋企人喺度狂拍我，所以我聽到把聲其實屋企人把聲。咁嗰下你醒翻嗰下係喺咩地方噶？嗰下？醒翻嗰下，系啊系啊，已經係醫院啦。係，總之就望住哇，好光咁樣樣咯，係、極恐怖，諗起都有啲心寒，因為唔止一次啊嘛。後屘我入醫院又試過一次，係啦 ，exactly 係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感覺，不過仲多咗啲嘢嘅第二次。係，即係點樣發生咧？發生咩事？第二次係我入醫院，因咩事？因咩事先？今次做手術。哦系啦，系啦，系啦，呢、這个系之前 Viu TV 都有讲过下嘅。咁总之嗰阵时我就整亲，咁啊要做手术啦，咁、就全身啊唔系全身麻醉，半身麻醉嚟。系啦，咁跟住，总之就系我 suppose 我系一路同医生系要有对答咁样样嘅，即系佢会问我嘢，然后我就要答佢咁样样啦。即系俾佢知道你系俾佢知道我仲清醒，系啦，同埋话到俾佢听，咁佢先可以帮我做到某啲 treatment 咁样样啦。咁跟住系突然之间我听到 beat 一声超大声，跟住我就完全冇反应，又去咗嗰个地方啦。又系白色，又系白色，又系温暖，又系安全，仲多咗啲嘢喎。但系你话系啦，多咗啲嘢就系、多咗有啲好奇怪嘅音乐声。又是我在这个地球上面我没有听过这种音乐声的。跟着后来我在一条街，即是过了几年就在一条街那里听到呢，是不是有些那个叫什么呢？ Hand 啊 Hand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些人在那个隧道那里呢 ,Busking, 不知道什么呢、有只很大只 UFO 碟这样黑色那些。我知道哪只了。是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Hip-Hop 乐坛有教过。即係佢有啲係係粒粒地咁，粒粒地，然之後喺度摸佢咁樣捽佢咁樣，係啊係啊係啊 ！Pipa 樂壇有介紹過噶，係咯，專登請專登有嘉賓上嚟教點玩添。我好想玩嗰嚿嘢，好好聽喎，覺得出到嚟嗰啲聲好似好好科幻噶。系咯，好又有好似啲好宗教意味嘅聲㗎，即係點形容咧？即係好似入咗啲
廟宇啊，然之後有啲咩係咯，即係我只能夠都係形容唔到啦。咁啊，觀眾睇翻嗰集《逼迫樂壇》係咯，揾翻係有介紹過嘅。我知道你講邊只，即係你講到好似一隻飛碟咁啊嘛。係咯，但你就喺嗰個好白色，就聽到啲類似嗰個樂器嘅聲咯，都係類似一樣，唔 exactly 一樣。所以我講唔出到底係乜嘢，因為我真係冇聽過係啲乜嘢，係類似咁樣樣。但又點樣醒翻咧？嗰個又係聽到人嗌我。跟住醫生嗌你啊，咁係後屘我醒翻咧，我就見到有個護士，佢係就坐咗喺我身上面，跟住佢瘋狂掌掛我咯，跟住醒啦醒啦醒啦咁樣，跟住我嗰個麥糖做咩啊做咩啊咁樣啦，跟住然後個姑娘就好超，佢真係個樣咧係極冷靜咁樣，然後就望住側邊其他，即係有啲醫護人員圍住喺度咁樣嘅，跟住好冷靜望住佢話。可以嗌到翻嚟啦，都話可以嗌到翻嚟，可以嗌到翻嚟，即係好勁。隔離嗰啲人話覺得你嗌唔到翻嚟喎，係啊，跟住就話都嗌到翻嚟噶啦。咁跟住我就即係點啊？即係我俾人嗌咗翻嚟定點？跟住後屘我先知原來我真係俾佢嗌翻嚟咯。係啊，佢哋話我好似就係死咁樣咁，跟住佢話我個 heart rate 係 drop 咁樣 drop 咯。吓，即系去到冇心跳咁滞。系啊，所以我唔知佢坐喺我度做乜嘢啦。但系总之佢坐喺我度嗌我翻嚟啦。坐喺度嗌你翻嚟，嗰个动作换喺男仔嗰度，肯定好开心。系你好离谱系，俾啲掌声先。好离谱啊！有观众讲翻嗰只叫咩啊？叫 hand pan。系啊系啊系。中文叫手碟。哦，原来有中文。系啦系啦，咁样。手碟好似手卷嘅 friend。手卷。有佢。夜啦。系。但就因为呢两单嘢，系咯，你就开始多咗啲灵异经验。系呢个系六岁嗰个就开始展开呢个旅程啦，咁样系嘛？系啊，真系人到癫。咦，咁啊，下一节开始讲认真嘅故事啦，不如系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好啊，好，下一次见。